多的花篮在我们前方来祝贺，有两位很特别的贵宾来录影道贺。首先，前行政院院长张善政院长的祝贺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前行政院院长张善政，也是韩国瑜国政顾问团的总召集人。今天适逢国会政党联盟一周年党庆，在这里呢，谢谢特别献上，谢谢张院长的祝贺。第二个礼片是松仁学校总校长张亚中校长的祝贺。国会政党联盟的朋友以及四面八方的。